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温暖，晴时满树花开，雨时一湖涟漪，阳光席卷城市，微风穿越指尖。19:13，在你耳边的是依然的群岛外岛，我是依然，声音来自宁波交通广播 FM93.3。入夜，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，沿途每条路上铺开的车影，全都是你眼中无限的美好。这里有着7000年灿烂的河姆渡文化，在这里你会发现历史如同幻象一般在眼前浮现，当这些全人类的瑰宝展现在你眼前时，你将成为这段文明的见证者。这里有着知行合一的阳明文化，有着勇于开拓、创新进取的宁波商帮，在这里你会发现，夜空下璀璨的不只是星光，还有那些遗存在时间长河里的城市精神。这里有着江南水乡如诗如画的韵味，在这里你会发现，美其实不用去寻觅，在毫无防备的不经意的一瞬，便轻轻地就落在了身旁。这里有着海滨波宁居美而安的惬意，在这里你发现了舒适的美、时尚的美、只属于自己的美。那些最惊艳的风景、最新的内蒙幸福